しました。到日本桂川保津峡游览有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坐铁道小火车观赏植物的风光，另外一种就是坐船换舟的方式，在河谷里面，在河上观赏两岸的这个景色。那从铁道上看下去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河谷的奇异的风光。那如果说从这个船上啊，在河上观赏两岸的话，景色应该是会比较壮丽一点。这个下面就有人在换水坐坐船，欣赏划船的风光。哇哇，太棒了！他们直接被当背景。现在是早春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两岸啊都有很多的簇跟风，刚刚冒出新的芽出来。那有些芽带一点黄绿，或者是带一点红色。这个在秋天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更是这个风跟簇都变色的时候，色缤纷，应该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迷人。这个河水呢，有些地方深蓝，那有些是翠绿色，有些靠近岸边的话带一点黄色，但是河床上的岩石呢，就比较接近白色，所以跟这个河水的颜色呢互相辉映，对比出非常亮丽的这个景色出来。哎呀呀，哎呀，我们来呀，上次那个船的丫丫。那两边呢，两岸呢都是杂木列为主，那山上还有一些山木。Thank you.
这是示范完成的作品。画这一幅画，首先准备的纸是生宣纸，就是会吸水的、吸墨的这个宣纸。在画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胸有成竹，就是胸有秋后，先心中有个构想跟布局，我们才来开始落笔。在画石头的时候，我们一边画轮廓线，一边穿插出它的明暗跟石头的纹理变化。在石头上的安排上呢，我们要像古人所讲的一样，要大兼小，小兼大，就是大的石头中间要有小石头，小的石头中间要有大石头。意思的话就是石头要有大有小，组合成有变化的一个画面出来。国画很讲究这个线条，也很讲究这个墨色的变化，所以讲说一幅画要有笔有墨，意思就是要有骨有肉，这些线条撑起画面的张力。墨色呢，表现出这个块面的这个墨印出来，营造出气氛。河床上的石头有高有低，有的比较平，有的凸出来，这些都要事先构想好。我们画写生的作品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不要看到什么通通把它画进去，一定要有所取舍，取它美的地方，取它具有画意的地方。
那舍弃不必要的不美的地方。那有时候还要夸张跟强调，夸张的话就是说在有特色的地方、主题的地方，我们特别的去强调它，让它强调出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。甚至呢，有些地方也可以美化，不美的我们可以把它不画到画面里面。甚至比如说画棵树呢，也不是跟实际看的位置啊一样，偶尔也可以把它移动啊，为了画面上的需要。这就是中国画我们古人讲的天人合一。天就是大自然，人就是画家本身。画家本人的美感心，那个观赏的角度啊，观察的角度，然后想要表现出来的特色，还有想要营造出的意境，来画出这一幅画面出来。我们现在画对岸，那对岸我们看到有一些杂木，我们用明暗的方式来处理出杂木的树丛的感觉，我们事先点出来。那这个用笔我们就要稍微干一点，那点出来树丛要有明暗的感觉，那留白是为了要染色，凸显出树的色调出来，就像我们传统的夹叶一样，夹叶也是留白，然后再可以染上比如说秋天的红叶啊，或者春天实力啊清脆的叶子。这个画完以后，我们再穿插这个对岸的岩壁。
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补这个房子。房子画好了之后，我们再补它后面的树丛。左边的岸边，我们就慢慢的淡化掉。
这个杂木林的后面我们就花了一些杉木，这个也是当地的特色。我们现在在补这个河床上的岩石，那河中间的石头就代表那个地方一定是水流比较水坡比较多的地方。
我们现在用淡墨擦染出树丛的明暗。我们现在开始染石头的明暗。这个山水呢，染墨很重要，一定要先染完墨才可以染色，这样染的颜色才不会轻浮，而且呢，画面才会有厚实感。那由于这些岩石的颜色会比较接近浅色白色，所以呢，我们墨就不染很多。来凸显出白色的岩石出来。染的时候要注意它岩石的凹凸的变化，还有前后的变化。然后我们现在调赭石色，我们先擦染出岩石的这个色调出来，但是呢，尽量留出白色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当地河床上岩石的特色，它岩石的特色都是比较浅色，所以我们要把赭石像墨一样的擦染在岩石的这个明暗面，处理出它的这个层次出来。古人以墨当色，那我认为现代人更要以色当墨。黑色只不过是颜色中的一种，黑色可以做这样的各种的层次处理，颜色一样也可以。
古人常说化无常法，勿泥以古，就是说不要被古人所束缚住了。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创意，要有新的风貌，创意也让艺术更进步，然后也可以跟得上时代潮流，跟当时人的欣赏的眼光水平拉起，这样可以更亲近广大的群众。那现在花青条墨来染这个房子的屋顶，然后在河床啊，河这个河流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来补船，在这边换桌。那画船的话，一定要先把船上的人先画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画船，这样的话人刚好可以装在船的上面。那这个船的后面有一个摇橹的，前面有一个撑高的。这边再补一艘，跟后面那一艘做一个呼应。那当然了，这一艘的角度我们可以稍微跟后面那一艘不同，这样更有变化。这些船上的人物啊，还有船都，我们要事先把颜色染起来，让它干了才可以整张来染色。最主要是宣纸的特性，它会把颜色吃进去，那吃进去以后，它就会占住那个位置。我们在染其他颜色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渗透到里面去。那我们现在再来处理这个河水，这个河水它的颜色就比较深一点，最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花青调墨，再来是花青色，然后再来是石青色，再来石栗色，然后接近岸边的我们再加上赭黄色，这样在色彩上的变化更可以凸显出这个河水的色调出来。然后
河的中间有石头的地方是代表那边是水流最急的地方，一定要流出白色的水波。那坐船泛舟最刺激的地方也在那个地方，就是有石滩的地方。那染这个颜色的话，要注意浓度要调得刚刚好。这个生鲜的特色就是说，在湿的时候它会颜色比较重，但是干了以后它会褪色，会比较淡一点。当然每种鲜质的这个褪色的程度啊不一定，有的比较醒色，有的比较醒墨。所谓醒色醒墨，这意思就是说干的跟湿的这个差距会比较小一点。这个现在靠近这个石头下面的，我们也是染重一点，利用这个水的颜色来衬出洁白的岩石石头出来，这样对比出来的话，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醒目。那个河流的色调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是非常重要一个主题。在这个硬笔上的话，我们要顺着水流的方向来用笔，这样子的话留下的笔痕，这个痕迹的话才有水流的感觉。染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岩石的地方，我们利用河流的颜色衬托出洁白的岩石。所以要注意不要染到石头里面去。那这个地方也是浅滩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留白就多一点，而且应用的笔也比较干一点，才可以表现出水波的感觉。
那左边的河流的色调我们就比较浅一点，把它推远。这个地方的颜色我们就调了一些赭石跟藤黄进去，就是赭黄色，再调到这个颜料里面去。这边的水比较浅，可以看到底下的岩石。接着我们用干净的水在这个对岸的岸边跟石头的这个阴暗处呢，跟水接触的地方，我们用干净的水把它洗一下，让接触的地方不会太生硬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的话你的水好像是贴在上面，没办法让岩石有在水里面的跟它接触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再来染这个杂木，那杂木有些是绿色调，那有些带有红色，这个红色调、黄色调，这些都是我们要事先把颜色填起来的地方，意思是它先在纸上占住这个位置，这是因为生宣纸会吸水的特性，会把颜料吃到里面去。在色彩上我们也要在画面上做安排，要穿插，然后要协调。要考虑到整体感的美感。
现在染后面的杉木。这个没有染到干的地方，我们也要把它打湿，这样颜色渗开来才会均匀。现在前面的岩石的暗处，我们再加强。接着我们在纸还湿湿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来处理染杉，然后烘染出云雾出来。我们现在加杉出来，在云雾中露出来的杉，还有它这个山坡。那加这个就是要让画面延伸出后面是啊山峦起伏的感觉，而且代表后面是啊有这个山啊，背后是山啊，不是平地。那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继续整理加强。
现在呢，现在我们在用中锋画出前面的树出来，那这些树都是属于簇。树的话，有些枝芽它会下垂。这个近景的树啊，要补在哪个位置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一幅画的成败也在此一举。安排的位置好的话，第一个，整幅画的景深啊就会更美，而且更有变化。如果补得不好的话，反而破坏了这张画面。所以一幅画的完成是不断的修饰，修饰到最美好的阶段呈现出来。那在修饰的时候，你是要注意到整体感的掌控。补小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疏密的变化啊，不仅是树的姿态，枝芽的姿态，还要注意它的疏密。那还要讲究用笔的劲道，才能够显出树 的精神出来。
画一棵树呢，最重要的从底部靠近根部最粗的地方，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细，这个一定要很自然的变细，这样的话这棵树看起来才会很顺畅。所以第一个粗细要控制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讲究这个线条的用笔，用笔也是一种美感。再来就是注意这个树的姿态，疏密的安排，美好的姿态可以增加美感。那左边这棵树我们就画低一点，而且角度也比较倾斜。两棵树或者几棵树在一起一定要有变化，有时候是高低的变化，有时候是粗细的变化，有时候是角度的变化。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，也是要注意它的枝芽要从哪里穿过去。这个就要看它下面的岩石哪个地方需要用枝芽去更加美化它。所以画树在画面上，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就是修饰画面。要记得一幅画是经过不断的修饰，到达完美。现在在家的这棵树就画得更低一点，我们可以让河床看起来更宽广舒畅。假如这三棵树都画得高高的话，这个对于这个河床来讲变成一种压迫感，就像我们在观赏在火车上看这个河床的河谷的风光一样，很多树呈现在你的眼前，你只能够从树缝去看到这个河谷的风光，那在视觉上就留下的遗憾，就无法观赏到美丽的这个河谷风光。我们现在调着黄色调，然后笔尖再沾朱标或赭石，我们来点出这个树的这个嫩叶出来，它带一点这个朱色，带一点红色调的嫩叶嫩芽。点的时候叶子要有疏密的变化，
树干上也可以点一些这个啊长出的嫩芽嫩叶，把树干破一下。画完之后，我们就接着要落款。那这一幅画的落款是下方的地方比较恰当。
落款完，最后是盖章，这样才算真正的完成。这是完成之后的这个整幅的作品，我们要呈现出的是这个桂川的这个河谷的风光。